立正，站立，请坐。啊，各位，民政府的这个第几届呢？第十七届的学员哈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好。好。哦，即摆天气愈来愈好呢，哈。啊，昨昏咧睏，毋知有皮甲袂烧的人无？有吼。嗯，即摆才较凉啦。啊，但是开始的时阵才是足热的吼、哦，第一届是热到走无路呢。无电风呢，吼、哦，恁即摆袂歹，还佫有电风哦，较早无电风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若讲课了吼，写字烫起，准的拢会滴水安尼吼，淡落落安尼，啊，即摆袂歹啊吼，即摆佫安尼凉凉秋天，所以台湾的气候吼、哦，秋天真好，秋天啦，春天啦吼，也袂寒也袂热吼，确实足赞的。是敢若热啦吼，确实有影热啦吼，啊，即啰无法度咧吼。啊，咱知影两公前即个拜四啊，李密啊，大家捌听着无？一个国家叫做李密啊吼，出产石油的吼，哎、欸、对对对，啊伊个独裁者吼，叫做格达菲吼，拍死啊，拜四掠着拍死吼。啊、所以利比亚的八个月的内战结束了，哦，拍八个月讲，啊，迄、那个死伤啦吼，财产的损失啦吼，才是未算进吼，未算进。啊，所以要引导一个独裁者吼，无简单吼，无简单。你得爱全民大部分的百姓起来。靠我到印度，你讲格达菲哦，哦，真有钱呢，吼、哦，伊有飞机，有大炮，有战车吼、哦，啊嘛是输，因为你百姓啊败个吼，你确实是会输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里边开始新的一个过渡时期的政府，啊，慢慢建立去民主化吼、哦，一个民主政府啦吼。哦啊，当然，这个各位可能昨也无时间看吼、哦。这个伊死的时阵，确实是真残忍啦吼、哦。我感觉这个革命军也无应该安尼个处理吼、哦。照讲，伊掠着时也袂死的，是较怕死的吼、哦。所以照讲是掠着，应该是该审判伊的罪行，一个个判吼。哦啊！伊个共犯，遮人拢爱救出来，啊抓出来，吼、哦！啊，因为利比亚好伫讲，伊已经是一个国家，啊，所以政权要换，吼、哦，都爱安尼换。啊，台湾无共，伊台湾哩毋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！啊，你佫无经过即款革命老会，吼、哦！你讲政权要换，真歹换，所以你。蒋介石伫台湾台南放火，结果你嘛唔敢甲安怎？哦，啊，蒋经国小小讲啊，白色恐怖，你看偌济人哦，杀死吼。结果呢，嘛是无法度个审判。哦，啊边啊，当选总统啊，啊，遮个过去白色恐怖，甲台湾人酷刑个吼，遮、哦、个人啊无半个。起来判咧，吼、哦，无判迄个规定判遮人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就是安尼吼，台湾个即嘛，国民党迄款参污，就是讲村的这势力吼，啊，佫足下败，因为无受到台湾人的制裁，所以那个耀武扬威，吼、哦，你看即嘛，总统府是中国人姓马的吼。哦新北市中国人啊，台北市中国人咧管啊，台中市中国人咧管，差不多全台湾吼、哦，拢中国人咧管。啊，啥物人咧纳税？台湾人啊，台湾人咧天光起来就拍拼安尼吼，做事趁钱纳税，
啊，结果资源的分配，什么人分配？中国人分配啊，都分配给因啦。哦，你讲这个过去对蒋介石来这个农民哈、哦，叫做人民呐、啊，哦，一个月嘛领万外块啊。啊，台湾的农民，我差一音尔嘞哈，哈、哦，领3000块、5000块嘞嘞哈，这敢不公平？不公平啊，对不？啊，一个培养这公务人员哦，啊，退休拢有18%嘞哈、哦，退休了的薪水比伊无退休的薪水，佫较济呢。讲即款天理啊！世界我惊透透了，毋捌听讲哦，我退休了薪水佫比无退休较好，哪有即款代志？有咧，台湾就是安尼发生，啊，即摆佫正在发生，啊，结果嘛是讲讲咧嘛是无效啊，吼、哦，我都改变即个事实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就是咱民政府吼、哦。各位在座爱努力打拼的所在，吼、哦！啊，搁无偌久以前啊，咱知影这个巴勒斯坦，吼、哦，甲以色列已经内战，伊毋是内战啦，小台啦，吼、哦！哦，真久啊呢！我伫美国咧读册时阵，就已经拍甲密密麻麻，吼、哦！啊，就是因为巴勒斯坦人。巴勒斯坦的人吼，甘愿用因的性命维护因家己的民族、伊的人权，想要建立一个国家。啊，阮伫美国时阵受到迄个感动吼，怎啊去计划去刺杀蒋经国，迄个有感动阮吼。啊，最近呢，差不多一礼拜前，因为两边咧相拍吼，一定有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正毋是正犯啦，掠到诶对方诶人吼、哦，叫做俘虏政府吼，俘虏吼政府，啊政府以色列一个兵啊，啊去互巴勒斯坦人掠去吼、哦，已经掠去关五冬啊，干一个人尔吼，啊但是巴勒斯坦人诶人，互以色列掠去5000-6000个，拢关伫迄个以色列吼。哦啊，即马一个人，哇，来嘛是一个人嘛是性命。啊，以色列人性命较有价值啦。如果我无来交换，哦，迄、那个 prisoner 伊叫做 prisoner swap， 就是交换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交换来一个兵，以色列兵换1400几个巴勒斯坦人来，才正常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伫前礼拜开始交换吼，升470个巴勒斯坦放出来，啊，伊这个以色列这兵啊放出来，啊，伊无放伫迄个因两个国家，放伫埃及，啊，佮带埃及佮送到东遐呢，啊，剩的遐呢，两冬后较佮处理安尼，所以因是安尼讲啦吼，啊，所以以色列。受到英国的帮助，甲联合国的帮助，成立一个国家。但是巴勒斯坦的人无成立国家吼，哦、经过遮济冬，差不多有50-60冬的这个战争吼，也未煞，还佫咧战吼。啊，巴勒斯坦已经成立一个政府啊，但是这个政府呢，还佫唔是一个国家，啊，所以伊伫。一冬前，啊，毋是一个月前，向联合国提出申请啊，讲联合国你爱引准我变成做正式的一个国家，变做联合国正式的会员国。啊，结果美国反对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当然真侪国家会赞成啦，但是美国反对啊，所以巴勒斯坦人啊，佫毋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国家，是一个准国家，吼、哦。中国家呢？啊，倒转来个台湾呢，就是今仔日唔知有婚姻西雷的人无？婚姻西雷吼，这个廖家有出一个廖文杰，吼、哦，这是早期1950年代吼、哦，这个主张台湾爱独立的，
台湾应该受到联合国的托管的，哦，啊，这个塞雷廖嘎当然是大作啦，吼、哦，猛作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廖嘎出真侪破书，吼、哦，五六个破书，有美国的，有日本的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廖文嘅呢是美国的破书，读化学的款，化工啊是化学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主张台湾独立，所以国民党要给掠啊，走去日本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因一个兄哥的囝，叫做廖书豪，就是差不多两礼拜前吼，亡生啦吼。啊，我个别小我有去安尼吼，啊，感觉安尼真唔好安尼，真唔甘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廖文杰的三哥的囝，伊东京出世的。吼、哦，啊！伫东京读书，伊本身是读文学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对音乐啊，足迄个爱音乐，吼、哦，啊，人足斯文的，啊，受到廖文英爷的影响，伊转来台湾，也是主张台湾来独立，啊，结果国民党掠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判死刑，吼、哦，敢若主张哦，讲我台湾来独立，安尼判死刑。这就是国民党的法律啦，吼、哦！独裁者就是安尼。啊，到尾呢，为着要引诱廖文杰转来台湾，吼、哦，改做无期徒刑。啊，即摆廖文杰嘛无爱转来啊，嘛继续咧鼓吹台湾独立啊。啊，所以国民党的奥博总出就对啦，廖文杰伊亲戚伊兄嫂总掠，总个判刑。财产总没收，要逼廖文杰回来，吼、哦！啊，咱个想，咱若是廖文杰时阵，吼、哦，咱要安那选择，要安那决定，我的遐尼亲的人，因为我的关系，国民党掠去乌了，财产总没收，吼、哦！国民党讲，啊，你若回来，这拢无代志。拢放出来，财产行李，所以确实是对廖文杰来讲是天人交战就对啦，真非常困难的一个决定吼、哦。啊，到尾无法度，因为亲情吼、哦、转来。啊，你知影，就主张迄当时1960年代转来个台湾吼。哦虽然是甲讲卖啦，卖甲你安怎吼，啊有官互你做吼、啊，但是伊转来嘛是吼，确、啊、实真委屈啦吼，转、啊、来台湾安尼，啊到尾互伊啥物去招工水库，做库长了对啦，吼、啊，哎嘛无法度啊，无管理个吼，去管一个水库安尼吼，啊到尾嘛是郁准吼，啊死安尼吼，啊即、啊這个廖书豪因孙啊吼，嘛是。因为安尼无期徒刑，啊变迄个判几年，啊搁来放出来呢吼，啊所以嘛是点点安尼吼，为台湾奉献一生，啊是点点安尼吼，啊真低调离开台湾安尼吼，啊这就是台湾人普遍无觉醒吼，啊所以有这情形的发生啦吼，所以。那民政府这论述，吼、哦，像咱何水源先生、林志雄先生这论述，那较侪台湾人了解，卖讲侪啦吼，人口的10%呐有了解的时阵吼，国民党倒，绝对倒，啊，即摆就是无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法度继续把咱吞大，吼、哦，继续把咱吞大落去。啊，即马我是本来我是生代吼建筑的，我建筑师吼。啊，即马退休了吼，我换跑道啦吼。我即马就画油画吼。啊，这就是我今年6月伫即个孙文纪念馆吼办一个个展吼，啊，即一个 DM 啦吼。啊，有剩一挂空地啊吼，啊，想要了解人吼，会使去迄、那个。来看一下，啊，我是拢画油画、画风景画，吼、
大部分拢是台北县市才走来走去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到石亭啊吼，我来珍惜石亭去足一摆啊吼，去画一条溪吼，哎、哦，啊石亭啊啊四季啦吼，九分啊啦吼、哦，十分寮啦，金瓜石啦吼，拢、哦、画过安尼吼，所以我是感觉退休了吼、哦，有一个。咱咧讲的嗜好吼，真好吼，啊，无你退休了，唔知要创啥吼，啊，真早就去报道啊吼，所以爱有一挂工课安尼吼。啊，我是日本时代出世的吼、啊，我出世的时阵，啊，佫是昭和，我是昭和十一年出世，啊，出世的时阵是日本籍吼，啊，但是1945的时阵吼、啊，我。日本甲台湾拢战败咧吼，啊，咱哦国民党先啊讲，哇，日本战败，啊，台湾煞唔知是怎样战败，家己煞唔知影咧。台湾嘛是战败，因为1945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，一直到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落了后，日本甲放弃台湾，所以台湾。这不是日本的领土，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是日本领土、哦啊、所以我在出世的时候读小学、哦、我小学读了三年而已啦、啊、有一年头在造空室、啊哦、美空室啦、啊啊、后来战争停的时候国民党来了、哦、1945来占领台湾、哦、占领就收到联军的这个命令来占领台湾，吼、哦，唔是伊打赢呢，伊根本就无打台湾啊，是美国打台湾，唔是中国啊，哦，所以就来占台湾，啊，占台湾了就认为讲伊是打赢，伊是征服者呢吼、哦，啊，你台湾人拢是战输的人啊，所以就用因的制度甲你压落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开始教因的切。还从1945年嘛乱七八糟啊，伊嘛无啥物册啊，啊结果呢，阮伫校读啥物呢？读林基初新本线啦、啊，读这物件，哎、欸、啊无偌久了，开始这波波摸遐有诶无吼，啊即马波波摸我袂晓，哦，细汉诶时阵真牛啊，即马我袂晓，拢袂记啊吼，我出国了要30年吼，还袂晓，因波波摸真落伍啦吼。诶，无啥无啥，世界都无人用嘿吼，敢若国民党咧用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无真有逻辑啦吼、哦。啊，了后我一直，但小学甲大学吼，拢伫台南吼、哦，我台南出世诶吼，啊，伫成大安尼，啊，成大建筑系吼，啊，我伫学校内底设计课袂歹，真好吼。哦啊，要毕业的时阵，系主任就甲讲：“诶、欸，你即摆若毕业做兵了吼，啊，转来系林吼、啊、来做助教安尼。”哦，我听着真欢喜咧吼。伊、啊、当时我是1959毕业吼，啊，伊当时经济啊无好，啊，毕业就是失业吼、啊，你找无头路啊。哦，啊，即摆毕业了，搁会当转去做助教有头路，哇，真欢喜咧吼。啊，落去做兵啊，吼！啊，做兵，阮迄阵是用抽签的吼、啊，死也毋死，我抽着海流啊，吼、啊！哦，去推一下都险死安尼吼！哦，确实足硬打，啊，佫足要收的吼、啊！海流啊，你无爱养受罪啊吼！伊即摆着规队拢爱带去游泳池的边啊吼！啊，坐到游泳池的四箍位就对啦，啊，无要互你收呢，伊要晒日的。把规工吼，等于脚底板拢流皮，哦，暗时要困拢袂困呢，袂当倒啊，哦，伊就安尼甲你行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好佳哉，阮是做头一年尔，一年佮两个月，哦，伊制度变来变去啦，哦，啊，做了我就等于成大做助教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佮做两礼拜了，吼、哦。诶，成大，迄阵啊，阁毋是成大，迄阵叫做台南工学院，吼、哦。
教务处就叫我去啊，讲你袂使做助教。哦，什么代志啊呢？迄阵那个少年囡仔吼，也毋敢甲问我到底是安怎吼，咪变一下吼，都无啥教咧吼，啊尾仔才发觉吼，原来呢，我是拒绝加入国民党，啊叫点名做记号，吼，我伫清代四年诶时阵吼，因为我诶油诶水彩拢画了真好吼，啊一个水彩老师，中国人。姓马吼，马殿辉啦吼，我个记个名。伊中国来个呢，啊袂晓骑脚踏车呢吼，啊所以我就三不五时个载出外口吼，啊去写信啦吼，啊效果袂歹。啊所以要毕业迄当，伊就摕一个表来啊吼，啊就要叫我加入党呢吼。伊讲你签落吼，啊你若要出国，会真方便吼。以后若转来要找头路，啊，足方便嘞，吼、哦，拢互你足侪好处安尼吼。啊，迄阵咱少年啊，正直嘞，吼、哦。我你加入国民党有足侪好处，啊，无加入的人嘞，无好处啊。我想讲，安尼唔对嘞，我总爱拒绝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连头路嘛袂接一啦，吼、哦，做工嘛袂当做嘞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即摆个想起来吼，你一个大学内底小小的助教吼，啊入党，啊你个想，一个讲师，一个教授，一个院长、系主任、校长，敢毋免加入国民党？绝对爱啊！你助教都爱啊，剩个敢毋免爱？啊，所以就讲，一旦教育系统就已经来控制掉了。你的教职员就是一定要入党，无咧无头路。哦，伊就是这个方式开始咧洗脑咱台湾。哦，啊，你看到即嘛，伊经过要六十几年啊，差不多拢洗过啊。哦，你嘛来台北北部的人，你知影你也去台北哦，听袂到咱阿嬷的话啊。台湾话、客家话、原住民话听无啊，拢北京话啊。啊，你个讲，我若出门拢讲咱的话嘞吼，听无嘞。哎，啊，所以我伫台北，拢感觉我伫国外嘞吼，伫、哦、国外拢讲只外国话嘞吼，哎、哦、呀、啊，所以咱就是还阁继续打拼来吼，啊，无赛是真有做啦。真好做啦吼，嘿、哦、啊！我出国时，大家拢嘛讲咱的话啊。啊，我同乡拢嘛讲咱的话，我伫南部啊，吼、哦，无人咧讲北京话。当然我完全拢讲北京话，咱的话都袂通、哦，所以是真悲哀啦吼、哦。啊，了到做到袂当做，我就把我看看就离开台南嘛吼、哦，第一摆离开台南，啊，就来到台北。啊，台北阁拄到即个中立吼、哦，有一个迄当时啦，叫中原理工学院，即马叫做中原大学，吼、哦，啊也开始即、這个有一个建筑系，讲哦好啊，啊无咯建筑系嘛也找一下头路咧吼、哦，啊所以因也需要一个助教吼、哦，啊所以我就去中原大学吼、哦、建筑系第一届。伊也做助教，啊！伊下当开始成立吼，哇，啥物拢无咧，敢若一间教室吼，啊，像安尼吼，啊桌啊椅啊安尼吼，安尼就变一个下啊吼，啊，着讲咩训练建筑师啊，我讲毋对咧，啊，建筑师你嘛会用制图啊，啊，无你变哪设计着画图啊，啊，画图较早是一个制图班。有一个丁字词，好无？丁字招，啊，这拢无咧，所以我就走去找院长啊，吼、哦，讲啊，你建筑系制度班，啥物拢无，你是要安怎上课？伊讲安尼哦，安尼无你去法律，哇，我助教阁兼系主任、校长兼讲经安尼吼，讲你家去处理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就去外口去找一挂人设计制度班、丁字招这物件吼。
啊帮忙。啊，较早教工是做高，毋免上课，我爱阁教册，我阁教透视，啊阁啥物有诶无诶吼，教两科安尼吼，所以就是要利用遮就对啦吼。啊，到尾了就出国啊，伫咧期间，哦，阮迄当时就是大部分诶大学生吼，拢申请美国啊是日本诶奖学金啦。啊，拄拄好呢，迄、那个年代吼、哦，差不多1960年代，美国的工业开始发展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大企业足侪吼，啊，因有设奖学金，吼、哦，因为奖学金会当靠对税来讲啦，吼、哦，会当扣掉啦，所以真侪大企业拢关注奖学金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请的时阵，都三间大学拢准啊咧。会当出国啊！吼，啊，其中一间吼，予我这个专业的这个奖学金。啊，专业是啥物呢？注册费你毋免，吼、哦，宿舍费你毋免，食饭也毋免。哦，我哪有食好康的安尼，啥物拢毋免。欸，但是你台北去到美国，欸，哎，行路未够呢，收水嘛未够呢，啊，要安怎？要坐飞机啊！喂，啊、坐飞机要钱呢？哎、欸，啊，伊当时美金是一个兑40块呢。哇，阮爸母就烦恼啊！讲这个囡仔咧无代无志，请一个奖学金，啊，怎啊才袂当去，还要安怎？啊，我兄弟五个咧吼、啊，我头一个咧，我都出国咧吼。伊、啊、全当然爸母是真欢喜啦吼，袂、啊、当出国，所以阮老母就。好啊，将伊个手指、金手指、金破链吼，一挂耳钩摕底互我，讲你则摕去高雄个桥仔头，吼、哦，我一个阿舅伫遐咧开金仔店，伊讲你摕去恁阿舅遐吼，啊，遮个物件换做现金嘛嘞吼，啊，我着坐当时个公路局个吼，坐迄个台南坐个桥仔头，啊去换现金，啊去买机票安尼吼。啊！迄当时真趣味，就是讲留学生啊，出国啊，会坐包机咧，规台飞机拢留学生，哦，啊，电脑较俗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就坐这台飞机吼、哦，坐包机啊，飞去啊，飞去离开松山机场，我、哦啊、去到天顶安尼吼，真欢喜吼，会当离开台湾吼，脱、哦、离这个独裁政权啊，足欢喜吼。哦就准备一本车轮牌护照，要甲等到到啊咧，吼、哦，哎，足欢喜了，对啦。啊，所以去到美国了吼，哦，一本护照都无用啊，吼、哦，毋知迄等倒会去啊。啊，了后去到美国，佮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含台湾个拢无同咧，真自由咧，你要看啥物册，无人甲你管啊，吼、哦，拢自由人看。啊，内底有读册会吼，人讨论一寡问题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我就参加因的读册会，啊，佮了解，美国真好个国家，嘛是有善良人，真济善良人，吼、哦，才是无饭人食啊，足济吼。所以美国伊款资本主义的社会吼、哦，有钱真有钱，啊，无钱嘛真无钱吼、哦。啊，我迄阵伫即个中原大学要出国吼，伊、哦、个教务长是美国人。啊、所以我有这三事哈，我要来美国啊读册安尼哈，哦，啊伊都真好意哈，啊，甲写张介绍片，因为我从台北先飞去西雅图啦，因为西雅图迄当时伫1962年哈，有一个世界博览会，哦，啊，咱也毋捌看啥物世界博览会吼，啊，我知影讲世界博览会。国吼，拢有伊代表性的建筑，我想讲，啊，先来遐看一下吼，应该是真好安尼吼。啊，伊讲西雅图有啦，啊，有一个朋友伫西雅图安尼吼，啊，就写张批号啊，哦，我这张批号递到我西装的落地啊吼，我第一摆穿西装呢吼，啊，第一摆坐飞机哦，飞到美国安尼吼，啊，去到美国，才发觉讲吼。和台湾无同，就是讲，咱人拢住伫都市内底吼，
美国毋是咧，即中产阶级拢住伫郊外，吼、哦，伊都市外口拢一区一区，郊外拢一区一区安尼吼。啊，市内毋是，美国市内拢住一寡较无钱的，吼、哦，拢住伫迄市内。啊，伊即朋友住伫郊外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也毋捌去咧所在，第一摆，我坐巴士安尼曲曲啊吹的吼。啊，伊阵出国也毋知影吼。哦换一个土壤骨落大脚呢，干那一脚呢啊！所有的物件、衫啦、鞋啦吼，我是讲美国鞋较贵咧，台湾的盗版的较俗咧吼，我落一个鞋，吼、哦，重啊要死安尼吼，赶去遐交我，啊，找到迄个住址，哇，真欢喜！哇，啊，电影来个试啊，哇，试几波安尼拢无人应，哇，这声凄惨啊咧！啊！我行李这大脚要赶落顶，啊，是要去倒底倒火车头，嘛袂使呢。我咧试的时阵哦，有一台车驶过，啊，佫苦倒转来，啊，佮问讲，你是要找啥个呢？因为伊个社区拢白人啊，哦，啊，看一个东方人啊，这少年啊，伫遐咧试的，伊讲啊，你是要找啥？讲无啦，我要找这个住址的主人吼。哦伊讲无啦，咱无伫个啦。伊讲今仔日是美国的 Labor Day， 美国的劳动节，就是美国的迄个国家的迄个节日就对啦。差不多全国拢放假，伊讲拢无人伫个，大家拢倒假去啊。哇，一下吐去啊！哦，啊，这人个真好。伊讲无要紧，你也倒完头啊呢。哇，一下我拄到贵人啦。哇，一赞安尼，我叫伊带因兜，我好啊，这卡那嘛甲答应嘞吼，啊，落去带因兜啊，因兜安尼房间遐济间，无半个人，大家拢去度假，伊可能有一个空过，袂当伊咧顾住，啊，所以一间房间互我困安尼吼，啊，伊当时出国吼，营养不良，搁乌打散安尼三皮包，看安尼三皮包露一个五分啊头安尼吼。我第一顿伊就煎那个牛排呢，要请我。我一生第一摆食牛排，哇！啊，就倒啊请嘛嘛，第一摆起来吼，就甲切落来吼。哇！牛排内底血腥腥呢，我一下歹咧，但是要哪食呢吼？我那牛排血腥腥安尼，啊，到尾无倒啊嘛，甲切落啊，嘛甲吞落啊吼。阿妈甲讲好食好食，哦，这是真感谢啦吼，阿咧食好咧安尼吼。啊，我甲讲我是要来西雅图参观博览会吼，伊讲安尼无问题吼，伊透早啊载伊迄个博览会门下口，啊下晡时四五点安尼吼，啊较来甲接到转去安尼，所以我伫因兜住差不多四五天安尼吼，拢安尼甲接送安尼。啊，第一摆出国吼，伫迄个博览会内底会场吼，啊，拢是外国人啦吼，啊，咱咧参观看物件吼，人真有礼貌咧。等你头前要过的时吼，我甲你讲 excuse me 安尼吼，是咧吼，要过去吼，真有礼貌。啊，转来台湾哦，无咧，大家拢面头前就甲伊甩过安尼吼，啊，有诶甲你客过安尼吼。佫甲你看一下吼，啊！你若出声的时阵哦，伊佫甲你吟一下咧吼。哦，讲台湾这款文化哪安尼吼，啊，大家真无礼貌，也真凶安尼吼，含迄个国外无啥共吼。啊，所以这点咱需要学习吼，人甲人的中间，就是要互相尊重、互相礼让，这是国民党文化无的啦吼。咱知影伫国外咧赛车，弄迄个 stop sign 停止啊，赛车赛到一个交叉路口咧停咧，啊看无车较过。台湾无即款物件咧，到车路口，伊毋了无停，又来哔哔哔，我要过啊，哔哔哔就冲过啊吼。台湾才变安尼吼，啊你即摆若伫，我想。
各个都市拢熟悉，毋着台北市啦。你若在每一个交通路口红绿灯的，你个徛倒啊看，那红灯到啊吼，至少三台车冲过，三台车安尼冲过啊，伫国外无啥可能。国外你若无注意冲过红灯吼，啊你感觉哇，真歹势呢，冲过红灯安尼吼，感觉安尼真歹势，真唔好，吼、哦、违规安尼吼，因就是有迄款观念。就是修法的观念，因为你冲过，有可能发生意外，弄到人，弄死人啊！哦，有这款情形的发生。啊，最近嘛，迄个 YouTube 的顶端有咧一个影片吼、哦，这是中国啦，咧中国吼、哦，一个查某囡仔13岁，叫车弄到，倒伫涂骹，啊，结果呢？人啦，我多外啦，过去无人甲知道，讲十几个人过，无咧甲知道，啊，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，会变作安尼吼。啊，那伫国外无啥可能，你讲弄到绝对停车倒来，看讲你有要紧无，需要帮助无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需要随个送医，吼、哦，病院，还是叫警察安尼，无可能安弄咧，做你走吼。啊，早期的台湾嘛是安尼，弄无死，佫退倒转来，佮弄互死安尼吼。啊，赔偌济，可能30万，吼、哦，差不多一只猪仔的价钱安尼尔吼。即马即个代志较少啦吼、哦。早期我当转来时，是有听安尼吼，即、哦啊、就是文化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优质的文化需要时间去培养吼。哦啊，咱早期日本时代迄种文化真好，啊，因为国民党来，即款歹文化直直甲咱好诶拢摕掉，拢歹入来吼，哦、变作安尼吼。啊，即马讲啊，伫美国吼，啊，美国了吼、哦，啊，我着要去读册啊，西雅图到我请诶学校伫 Pittsburgh 啦吼、哦、，Pittsburgh Pennsylvania 吼、哦。西雅图伫西边，啊，纽约是东边，吼、哦，啊 ，Pennsylvania 较歪东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阵毋知影讲，哇，美国安尼新大陆安尼遮尔啊大吼、哦，但西雅图要去啊 Pittsburgh 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主人就甲问讲，啊，你是要安那去？我是讲，我想讲要坐古列汉巴士，哇，伊都摇头呢吼，哦，古列汉巴士坐到遐。哦，需要五六天呢。我是讲，台北甲屏东尔咧吼，佫唔是咧吼、哦，五六天。啊，我迄阵是讲啊，无啥新咧吼，啊，那观光咧嘛袂歹咧，吼，我好啦，一巴士啦。哦，啊，结果吼，冻五六天，冻去到遐吼，嘴拢安尼，喙齿拢肿起来吼、哦。因为安那呢，无休困，车直直走，直走吼。哦啊！你人困伫车内，食饭时间，伊就停在迄个 cafeteria 吼、哦，餐厅啦吼，迄边啊有你食一个饭，啊了就阁继续走安尼，拢无停就对啦。安尼走五六天哦，你个想，所以是有影有影忝，啊就毋知影，就我是要省钱吼、哦，啊就去到皮厝啊开始安尼上学读册吼。哦啊，第二年吼，到美国第二年，去收到这个台湾青年吼、哦。台湾青年是日本出版发行的一个台湾独立的杂志，吼、哦。啊，收到台湾青年，啊，佮读读咧，较了解哇，原来台湾是受到国民党的统治，受到这款独裁统治，吼、哦。啊，佮开始了解台湾。哦，伫台湾都唔知影台湾，啊，佮伫美国佮读迄个 George Kerr 的《Formosa Betrayed》，哦，被出卖台湾，哦，佮知啊，1947年二二八事件到底是安怎？哦，是安怎掠人、杀人，安尼哦，所以因为这关系了解台湾，啊，所以我就伫美国呢，就加入去台湾独立啊运动，哦。一方面读册，啊，一方面做独立运动安尼吼。
啊，一直到1970年，70年都蒋经国吼，准备要接这个蒋介石的班啦吼，蒋介石将这个权力吼要交蒋经国，啊，所以就培养蒋经国吼，啊，所以将蒋经国给送来美国。哦，啊，迄阵海外是足济台湾独立运动的组织吼，伫美国、日本、巴西、澳洲拢有美国诶台湾独立运动的组织。哇，当然你讲哇，这机会好吼，来到国外就应该当个刺杀就对啦吼，大家拢想食就对吼。啊，结果实际行动诶，就是干呐。阮头三个人吼，三四个人行动安尼，啊，即、這个阮着爱准备吼、哦，啊，准备要行动，啊，行动阮是讲吼、哦，应该是用即个短枪，吼、哦，免甲用长枪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拄拄呢，伫即个4月24日吼、哦，1970年4月24日。伫 New York City 哈 ，New York 市有一个叫做旅馆哈 ，Hotel Plaza 哈，遐伊有办一个叫做 luncheon 哈，就是午餐哈，啊招待一挂美国的生意人，哈，啊向这人卖演讲安尼，讲哦啊这个机会上好哈，我伫市中心嘛呢，啊所以大多人民呢，伫迄天呢。有举行一个示威游行吼，伫个旅馆的头前示威，吼、哦、啊我啦吼、哦，啊甲黄文良先生是我这个太太的兄哥，吼、哦、啊伊迄当时呢是康奈尔大学读博士班，吼、哦、啊伊迄当时伊的同学是李定辉，我那伫康奈尔大学吼，伫遐伊是农学院。但是我这个姑啊呢，伊是读社会学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招伊安尼吼，啊，来刺杀蒋经国，伊佫答应呢吼，哎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招伊，啊，佫招一个带头人民的，一个组织部的吼、哦，啊，都计划吼，啊，计划迄当时我是这个带头人民的秘书长吼、哦，啊，所以。在大人民的下骹吼，有一个岛内工作小组吼，内底有迄个手枪啦吼，啊有枪支安尼吼，啊所以我叫迄个人吼，即个物件摕来给我吼，啊伊是住伫美国的南部，就是路易斯安那州吼，啊咱知路易斯安那州来个纽约州吼，会过足侪州界啦。啊！伊都坐飞机吼，这个物件因在那摕吼，可能放伫托浪谷或啥，摕过来纽约给我吼。啊，了伊就去住伫迄当时在多利明的住宿吼，蔡东营吼，即马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啦吼，伊做住宿啊，我想是一定会去甲报告，讲摕啥物来给我，啊，就要创啥呢吼。啊，所以4月24日的时阵吼。啊，阮决定要开枪吼！啊，23日最后一个会议，啊，就是讲，23日，啥物人要开枪？吼、哦，咱即马知影讲，要杀人吼，吼、哦，要开枪，讲足简单诶吼、哦，啊，实在轮到你吼、哦，要扣迄个扳机吼，你也真考虑诶呢，因为扳机扣咧吼，枪支出去吼。哦会死人呢，会流血呢，哦，迄个决定真无简单的决定，哦，你出去就是，毋是一死二死安尼，吼、哦，就即个决定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当时在开会时，大家心情咯真沉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是讲好啊，啊，无我来开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呢。我没用心的讲，袂使。啊，你有无有囝呢？啊，你两个囝吼，一个查某，一个查甫，啊，佫遐细汉吼，才哪三四岁呢？伊讲呢袂使，伊讲伊袂开，吼、哦，伊讲伊也要结婚呢，吼、哦。虽然伊是
一个博士班的吼，啊，要结婚，有一个女朋友吼，伊讲伊来开吼，牺牲较少安尼啦，啊，我嘛真感动啦吼，啊，讲好，啊，无你开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迄天呢，请了摕去到旅馆互伊吼，啊，伊人细汉细汉，比我矮一撮吼，啊，伊就先入面，迄个 Hotel Plaza 旅馆内底啊，啊，旅馆呢，拢是政治人员。哦，咱知影美国的足侪单位嘛，吼、哦，美国的这州政府，哦，伊有这个便衣的，也有制服的警察，美国的 City Police 市的这个警察，啊，佮联邦政府的这个情报人员，啊，佮蒋经国家己炸去的十几个保镖的，哦，大厅拢政治人员的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黄文雄就秘伫个政治人员内底，因为大家也毋知啥人是啥人啊，拢无共单位来个啊，伊就秘伫啊。啊，所以到十二点个时阵哦，蒋经国个乌头车就驶来啊，吼、哦，啊有人个开门，啊伊就出去，慢慢啊行向这个旅馆个大门啊，吼、哦，啊入去大厅内底吼，黄文雄就开始要开枪啊。啊！伊要开的时阵哦，伊边仔都徛警察，纽约市的警察。哎，目尾去驶着讲，有人举手去啊！吼、哦，警察拢嘛受着训练啊。伊知影讲，有人会开枪啊。当啊，迄个警察手甲弄一下吼，伊的枪当啊开无着，离足远个头壳头20公分啊呢，偏无着。啊，一个枪支出去了后呢，哇，大乱啊！迄个警察当啊。将黄文雄饲在涂骹，吼、哦，啊了着三四个警察着从我来弄个缀在涂骹吼，啊我徛伫个门牙口吼、哦，我看着安尼，我着从我个咧吼，结果咧从要到时阵，有警棍吼、哦，警察用迄插棍啊甲猫一下吼、哦，我目镜破去咧，吼、哦，啊只流血流个安尼，嘛昏昏去啊，吼、哦、啊结果咧黄文雄咧因为人细汉。警察真大，那个气嘞吼！伊怎啊等警察的迄个脚头也怎啊窜出来吼？怎啊徛起来安尼？徛起来话讲吼 ，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吼！伊讲，好，我徛起来像一个男子汉安尼徛起来吼。伊讲，卖甲饲在涂骹安尼啦吼。啊，结果伊讲一句话吼，迄天呢头条新闻呢一句话吼，所有电视啦、报纸啦吼。啊，拢一句话呢吼，啊，真感动啦吼、哦，差不多伫海外留学生，大家拢轰动起来。啊，所以迄天呢，警察将我甲黄文雄拢扣押吼，拢押去派出所呢，啊，都准备将阮两个起诉啦吼、哦，啊，以这个杀人未遂甲阮起诉吼、哦，啊，结果伫迄个差不多。一年后，1971年吼，佮开始开庭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中间呢，扣押了呢，你来交保，啊，交保来保释金吼、哦，保释金啊，保释金，我按定足悬的，定阮两个人哦，美金20万吼。伊、哦、当时一箍兑40箍，美金20万，哇，买足侪间厝的呢吼。哦啊，所以到尾呢，因为世界各地在台湾留学生吼，大家捐钱吼，啊，所以是我伫内底扣啊32天，啊，着加息出来，交保出来吼，啊，阮母娘伫内底啊扣啊3个月，我来交保出来吼，啊，了着找律师啦，准备要开庭的代志吼，啊，这是。1971年，佮开始开庭啦，吼。安尼，咱是毋是来休困一下，要几分钟？10分钟，吼。休困一下，佮过来继续，吼。好，感谢，感谢。起立，立正，起立。